台长讲故事，人生大道理，佛法无边际，不提在世间。台长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。我每一次讲个笑话，它都有含义的。说一个军乐队在演奏，将军呢走到击鼓手的面前说：“你要给我注意工作态度。”击鼓手打鼓的人呐、他傻傻的感到莫名其妙，我工作态度怎么不好了？将军说：“你看人家拉小提琴的，两个手到现在没有停过，看看你举着两根木棍，半天才打一下。”这个鼓手说：“我是按照乐谱演奏的，不能一直敲打。”将军。这个将军非常不开心地说：“我不看谱子，我只看到你一直在偷懒。”这个鼓手气得不得了，打了三下，咚咚咚，心里想：“你给我滚滚滚吧！”学佛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不要妄加评论，否则一定会造口业。我们学佛人要懂因果，知因缘，勤守善业，一定会修成人间菩萨的。慈悲容颜莲花生微笑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是您最疼爱的孩子，让我像您一样坚强说。